2011年属狗的朋友们，今年呢你要特别留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你有业德星的普照，也就是说自我主贵或者是敬贵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只要开口，你要加重于你的工作事业之中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或者是应酬。那属狗的朋友有两个特性，一方面呢就是性格上的一种孤高，或者是在性格上他会有一种自轻而孤寡格。所以今年来讲，对你而言主贵的时候，你要多夸奖于别人或多帮助于别人，广结善缘。对于你往后的事业呢，你会因为今天的一种善德而得到后面的一种福报。这一方面来讲，谨记你的工作跟你的磁场必须要爆发。那么至于你的凶星来讲呢，要注意的是长辈的健康跟我们所谓的体质上的问题，这一方面来讲会让你流失蛮多钱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懂得去投保一些我们所谓的医疗保险啊，给你的长者或者是老人家，反而对你来讲却是一种保障。不要因为这一方面的一种忽略而造就了你的老长者的健康出现问题，也是要破财消灾的。那么你本身自我的健康，你的免疫力很强，那么只是说在工作上会比较奔波与忙碌，不过你的体质是属于强盛的。这一方面来讲，任何的一种我们所谓的不好的一些耗心或者是小病的话，对你而言今年是属于得到一种免疫力系统的帮助，所以你的健康会壮如牛啊。那么至于我们讲感情方面呢，反而是单身如果你可以完婚或者是在感情上红鸾天喜在异动的过程之中，今年你如果有天丁天喜或者在感情上的一种合婚，终归对你而言是一个好年头，这边我要祝福你。当然对于已婚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纠缠没有必要的感情上的桃花，而你的桃花就在工作范围，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你要了解在这一方面来讲，感情事业跟桃花没有办法兼顾，那会造就你的我们所谓的名义上的损失，反而对你而言是桃花劫。那么你的偏财这一方面来讲，你的正财是属于旺盛的，你的贵人的提拔力是好的。至于你的赌运呢，跟你的偏财只有两分半，所以你的偏财我们讲小赌怡情啊，大赌对你是不利的。那么至于你的幸运号码为108跟4，那你幸运事物之中或者你饮用的东西，可以家中有添我们所谓的水池啦，或者是竹风铃，加强你的运势。